还蛮痛的，对，嗯，因为他这一把也对面也就只能炸井了，对，他没什么选择、啊，也只能炸井。但是这边永平的人已经包了过来哦，等我直接大招开了往前滑，现在叶凯的枪已经被消耗到，再滑一个花，这边的小灯是直接消失哦。二加躲命直接进场，旋转一下，东伟从侧翼的瞬移进场之后，一个大招往后，但是飞过头了。但是这个塔下的话有逼出东伟的命中，但是这一朵花丢得非常精准。对，这个时候美娜只要站在，在这边使用角度勾到的情况下，但是侧翼的叶凯是被抓到了，先行在对照底下万象往后做撤退，但是东伟已经跟了上来。这边红茶面对到五个人，自己交出的瞬移，赶快撤退哦。